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课注》第366页。366页，倒数第六行。经文，会以真舌之力。会者，会师也，就是布施。是谁？一恩赐之意。这个会有恩惠，所以有恩赐的意思。在里面，这是很恭敬的。佛菩萨看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所以用的字跟词都很尊重啊。真舍之力者，按善导大师的意思，指弥陀誓愿为真舍之力。大师寄云，这首偈是很出名的啊，就是如来所以心处时，唯摄弥陀本愿海。这个意思是说，一切诸佛，过去、现在、未来，出现在世间，在十法界，只有一桩事情，就是为众生的说明阿弥陀佛的48愿，劝大家了，信愿念佛，求生净土。这个可以说是一切诸佛出现在世间本愿。释迦牟尼佛也不例外。3000年前出现在我们地球上，也是这个意思。这个意思就是来讲无量寿经的，来讲净土法门的，劝大家修学这个法门。为什么这个法门容易修？一生呢？决定可以成就，不但能够超越六道轮回，超越十法界，而且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一切法门修行正果都很难。为什么要断烦恼？烦恼说起来容易，断起来难了。因为我们烦恼断不了，所以修任何一个法门都很难成就。唯独净土，它最大的好处不需要断烦恼，带着烦恼可以往生。这一点呢，同学们一定要知道，除这个法门之外，没有第二个法门是待业往生的，没有的。那么这个法门虽然不断烦恼，它要求的条件是你能把烦恼扶住，就能往生。
福比带容比断呢容易太多了。啊，用什么福呢？就用这一句佛号，让我们念佛，佛号啊，念念相续，烦恼就进不来了。啊，念久了，烦恼就少了。说明什么？说明你的功夫得力了。你已经可以把烦恼扶住了。这样啊，就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能够见阿弥陀佛。啊，在西方极乐世界再去断烦恼。啊，那一边阿弥陀佛加持。阿弥陀佛帮助你，决定断烦恼证菩提。啊，这是这个法门呢，无比殊胜之处。所以，这个叫会以真实之力。啊，真实之力是断烦恼成佛道。如果不能成佛，这个利益了不是真实的。啊，真实的利益了是决定要脱离六道轮回，脱离十法界，这才是真实利益。佛就为这桩事情到这个世间来，众生根性不等，千差万别啊！佛对各种不同的根性设出不一样的法门啊！真是佛能够满一切众生的愿望啊！想成佛的，真帮助你成佛道。想做菩萨的，想做罗汉的，佛都可以帮助你达到你的目的。在世间，如果你想升天，天有28层天，佛都可以帮助你。你说我要发财，佛能帮助你。真能帮助你发财，这个发财是正当的方法，让你发财心安理得。为什么？你没有做缺德的事情啊！你要智慧，你要健康长寿，没有一样达不到的，叫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啊。他有求的方法，有求的道理，啊，不能够违背道理，不能错了方法，啊，但是世间总是不究竟的，啊，在这个世间生老病死，决定不能免除啊。啊，死了以后到哪里去？这是大问题。啊，在佛法里面讲，人是永远不会死的。身体有生死，我没有生死。啊，中国人讲灵魂，死的时候，灵魂离开这个身体了。啊，他又去找一个身体了，就又投胎来了，又找个身体了。啊，所以身就生灭了，灵不生灭了。啊，世间人说灵魂，实在讲，这魂不灵。魂要灵，怎么会去做畜生？怎么会去到堕地狱？这不灵。
啊，佛法不叫灵魂，佛法叫神识，就是中国人讲的灵魂。啊，他的名字叫神识。孔老夫子也说得很好。啊，孔老夫子不说灵魂，他说游魂。啊，精气为物，游魂为变。啊，在《易经系辞传》里面说的，这个说得很好。啊，因为神识。它的变化很大，速度很快。啊，活动的空间，一般讲，我们现在人说的话吧，这个银河系可能比银河系还大。啊，速度比光、比电还要高。啊，所以夫子说游魂是很有道理的。啊，它动荡不住。那么未来到什么地方去？佛法说得很清楚，他的业力。这个业力是什么？就是他的嗜好，他的爱好，他喜欢什么？一定是跟自己喜欢的会聚会在一起，啊，没有人操纵，没有人管理，啊，夫子说的，游魂未变，啊，六道里面。喜欢伦理道德的，对这个兴趣很浓，他自自然然就到天道去了。啊，为什么？天人喜欢伦理道德，啊，跟他所爱好的相同，他到那里去了。啊，人道。也喜欢伦理道德啊，但是那个欢喜心比天差一等，天比我们更热烈啊，我们比不上天，所以佛说，天人修上品是善。人是修中品是善，是这么回事。啊，阿修罗道是下品是善。啊，恶鬼是贪心。啊，贪心很重，得到鬼道去了。嗔恚心很重，就到地狱去了。啊，愚痴心中就出生道去了，完全是自己。这个心念、造作习惯所养成的，明白这个道理，西方极乐世界。也如是，极乐世界的条件是信、愿、念佛。如果我们把这个养成习惯，每天做，养成习惯呢，到临命终时，这个念头起来了，那就到极乐世界去了。啊，没有人做主宰，我们死了以后都要拿一刀，是不是？
天神不是的，是不是阎罗王也不是的，啊，也不是佛菩萨，自己做主。啊，所以佛法总结说，一切众生过去、现在、未来所受的，决定要自己负责任。为什么呢？自作自受，与任何人都不相干。啊，你认为别人的给你的是错误的，不是的，啊，通通是自作自受。啊，这个道理说得很清楚啊。啊，怎样的财富，包括个人、家庭、国家，没有例外的，行财布施的人的财富，修法布施的人的聪明智慧，修无为布施的人的健康长寿。通是你自己修来的，有因有果啊！啊，今生我们看到许多人拥有亿万财富，他过去生中啊修财布施得来的，啊，命里头有啊，无论他做什么，他都会赚钱。这命里头有啊，命里面没有啊，用什么方法都得不来啊，抢劫得来的。命里有你能享受，命里没有的，你看钱还没到手就被警察抓去了，那说没有命嘛，啊，偷东西抢东西，没有命他也偷不到，他也抢不到，那他马上被判刑去坐牢去了。真的，古人讲的话了，一生皆是命，半点不由人。啊，古人都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他想发财，就佛说了修布施。啊，中国在过去，民间供财神，都供范蠡。范蠡是春秋时候的人，啊，就是越王勾践的大夫，这个人很聪明，帮助越王复兴自己的国家。啊，把吴灭了之后，他知道这个大王可以共患难，不能共富贵。啊，在患难的时候啊，他有求于你，言听计从。可是大功告成之后，啊，你有才干，他怕你，啊，怕你夺他的地位，这就不能容你。啊，他对于勾践的个性呢非常了解，所以攻城之后他就走了，啊，偷偷地离开了，带着西施，西施是他的妻子，啊，你看战争的时候派到吴国去做间谍不容易啊，这是个高级间谍了，一天到晚在吴王身边，
啊，灭了这个之后，他们夫妻团圆，两个人逃出去了，改姓名，叫陶朱公。啊，陶朱公做生意，啊，做小生意、小买卖，3年赚了很多钱。啊，赚这么多钱呢，他就救济贫苦、贫穷人家，通通散财，啊，救济人。自己从小生意再做起，3年又发了。啊，发了之后再散财，这三聚三散，做好事了。啊，所以中国这些商人呢，供他了为财神爷。啊，供他说都要学他。啊，赚了钱的时候，多做社会慈善事业。啊，救济贫苦，那你的财就越来越多，才是这么起来的。啊，这个财得来，心安理得了。啊，而且带着财做好事，财越多，做越多的好事，做越大的好事。啊，他不急财。佛经上讲，急财伤道啊！啊，世间有很多苦难的人，没有吃的，没有穿的，现在还是很多啊。啊，我们知道了，应当帮助他们。啊，但是根本的，确实是教学。释迦牟尼佛一生修法布施，他不要财，啊，每一天讲经教学，讲了49年，啊，法布施的果报是聪明智慧，啊，我们看到释迦牟尼佛是怎样行法布施的呢？热心教导，不收学费也。收学费就是买卖了，啊，那是贩卖知识啊，那个不行的，那就错了，不收学费。啊，他教学不分国家，不分种族，不分宗教信仰。啊，你有宗教信仰，他没有叫你改变宗教。啊，因为佛本身不是宗教，本身是教学，所以任何宗教徒来学习，他都热心教你。啊，自己生活非常简单，这都是做榜样给后人看的。啊，财产3衣1钵，他生在热带，热带只有一季，夏季，没有春夏秋冬，啊，所以他有3件衣就足够了。晚上睡觉的3件衣当做盖的，被子一样盖的。啊，日中一食，每一天吃一餐，到外面徒步，啊，什么都没有。啊，跟他学习的人要过他同样的生活，晚上树下一宿。世尊一生没有见道场，没有见寺庙啊，
啊，走的时候在树林里面，不是在房子里头，做给我们后人看了，真放下了，过最简单的生活，最健康的生活。啊，真正一生无忧无虑，无牵无挂，啊，快乐无比呀。啊，他修的是真正是大佛。啊，死后，你看这个世界上，后来的这些弟子们给他起宫殿，啊，造了像来供养他，这是福报在后世。啊，他生前没有这种享受，啊，天下多少人跟他学？影响多大？啊，横的影响整个地球，竖的影响就时间12000年。这他自己说的，他的法运12000年。啊，那么现在佛陀灭度之后到现在，中国人古书里头记载的3038年，啊，外国人说的是2556年，这外国。啊，这里头相差很大。中国老一辈的这些大德，都是依中国说法。释迦牟尼佛出生在周昭王24年，嘉应。啊，释迦牟尼佛灭度，周穆王53年。中国历史上记载得很清楚，都是用这个说法，啊，还有别的说法，啊，这都不重要，啊，重要是他教了我什么，我学了些什么，这个重要，啊，那么今天佛说这部经，这是49年所说一切经里头最重要的一步。我们有缘遇到了，真是无量的欢喜。所以真解赞曰：“真解是无量寿经注解的名称。”啊，大乘无量寿经真解，日本的注释，啊，他们写的，唐朝初年，韩国、日本跟越南都有很多留学生在中国学习，啊，这些人亲近智者大师，学天台教，亲近善导大师，学净土法门，啊，真解里头赞曰：“此经家独步妙事。”他人所未谈也。这个金家是日本人
对善导大师的尊称，不敢称善导大师的名字，称他为金家。日本人对善导大师的崇敬，超过中国太多太多了。现在到日本寺庙去看，日本净宗的寺庙，决定有善导大师的像，泥塑木雕的，彩画的，你到处能看到。他们对善导大师的尊敬，对智者大师的尊敬，到处都能看到。善导是我们净土宗第二代的祖师，独步妙舍了，舍是解舍，说明善导大师在当时讲过这个经，他们听过，所以把净土宗传到日本，日本净土非常兴旺。对于《无量寿经》的学习，比中国人热烈。留下来的注解有30多种。中国只有2种。这个古大德有考据。说出这个原因，中国人为什么对于《无量寿经》疏忽了？是因为《无量寿经》的版本太多，里面内容参差不齐，要遍读，它确实有困难；要专门读一种，它这里的意思不完整。所以，中国修净土的人就采取阿弥陀经，小本阿弥陀经。小本阿弥陀经在中国比日本兴盛。日本也有念阿弥陀经的，没有念无量寿经的人多。而且日本人学无量寿经只有一个本子。康僧开的本子，在5种原译本里，他只取这一种，所以日本30多种注解全是康僧开的底本。所以善导大师解得好啊。这些人是善导大师的学生呢，他们著述里头，我们相信很多是善导大师的话。黄念老做这个集注，引用的很多。这是善导大师讲过的。其他人没有讲到的，这对善导大师的赞叹。说顺此祖师，就是我们顺着善导大师的解释，以弥陀本愿为真实力，会以真实之力。真实之力指的是什么呢？善导大师的意思就是指弥陀48愿。这是我们从真解里看到的。这可以84000法门为广善道教。其意名义。
啊，二十一，弥陀本愿为真舍之力。啊，这是前面这两句经文。啊，光山道教于真群猛，会以真舍之力。啊，光山道教是指84000法门，也就是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法。道教道是正道，教是实教。就是诸佛的教化，不但释迦佛，一切诸佛教化众生，用正道实教。啊，我们这个参考资料里头有，就通通啊包括了。啊，正道，三藏法书里头说。为佛所说之经，旨意深奥无作无为，无行无德，自然合道，是为正道。这个意思简单的说，佛与法身菩萨。他们正得自信。啊，佛家常说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那么他们所说的，是自性里头自然流出来的言语。这是正道。我们凡夫思想、言论，不是从自性流出来的，是从阿赖耶流出来的。阿赖是妄心，自性是真心，真心流出来的言语是正道。啊，那么妄心流出来的言语。就有很多错误在里头，啊，不能讲正道，啊，有偏有邪，啊，偏离正道了，违背正道了，啊，所以从心性流出来。旨意深奥啊！知识宗旨，重要的教导啊，意思很深、很广，无作无为，无行无德。为什么自性本空？自信没有物质现象，没有念头的现象，就心理现象，起心动念，也没有自然现象。啊，佛说一切经是这么说出来的。啊，众生有疑问向他请教，
他随着你就答出来了。他没有思考，他没有起心，没有动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怎么说出来的？我们无法想象。但是现在我们有理由能够相信，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日本江本博士做水实验，水是矿物水能认识字，能听音声，能懂得我们的意思，我们称赞他，欢喜他，在实验室里头，他现的洁净呢，非常之美。我们骂他，讨厌他，恨他，他的洁净就非常丑陋。我们不相信谁听了我们的话会去思考，他没有思考，所以他可以说是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直接回应你的，显示得清清楚楚。谁没有眼耳鼻舌身，眼耳鼻舌身的能量，他统统都具足。会看会听，他没有鼻子，他能闻香味；他没有舌头，他能尝无会酸甜苦辣咸。这是什么？这是本性。他现的样子是水，他的体呢？他的体是自信。性是一切法的本体，这是自信本具的能量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说，何其自信本自具足，自信里头本具本来具足的一样都不缺，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才艺，无量相好，一切都是无量的。人在不起心不动念的时候，就见到了，就见性了。性是自己本有，具足如来果地上的能量，所以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这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只要我们六根在六尘境界上，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你就证得了，也就是你就成佛了。起心动念迷了。迷了的时候，这个能量虽然在，透不出来，不起作用。起作用是谁呢？起作用是阿赖耶识。阿赖耶识是妄心、分别执着，它起作用。第六意识的分别，第七识的执着，它们起作用。阿赖是妄心，你一是真心的妄心，所以这个我们能体会到佛所说的一切法根源跟我们不一样，我们从思考里头，从记忆里面流出来，它是从自信流出来的。
所以叫正道。实教呢？实教真实的教诲，真的，如来讲真的，但是真的我们不能接受，不懂，那如来就讲方便教，就全教就是方便教，如来随自己的意思，自己亲证的，这是真实的教法。反过来呢，随他，随众生，随众生的意思，方便说呢，这叫全教。49年讲全教的多，讲实教的少。天台判世尊49年所说的教，有四种，藏通别圆。藏通别都是全教，就是恒顺众生。只有圆教是随顺自己的，称之为实教。那么今天佛给我们讲西方极乐世界是真实的，这是众生不知道的事情。西方是指一个方向，要我们专注。因为众生的心是散乱的，如何把散乱的心收起来？所以用的方法，直方立相。告诉你一个方位，没有关系。说得很简单，太阳下山的那个地方，西方。你就常常想到这个地方，这个方向就对了。东南西北是假的，不是真的。这是告诉你，你把念头向一个方向，不要到处跑。用意在这个地方。西方有极乐世界，其实极乐世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它跟我们不同一个空间维持。距离我们并不远，像我们现在看电视，我们是一个频道，极乐世界是另外一个频道。还在电视荧幕上，没离开。我们看我们的频道，那个频道看不到；看那个的频道，他有本事看我们的频道。也就是说，他们的电视比我们还高明。那就是他们的科技比我们进步。我们不如他。给我们讲极乐世界念佛往生呢，这是真法，这不是假的。那么真切引六要语。六要也是无量寿经注解，真舍利者，执此名号，即是佛智。这越说越接近，越说越清楚，越说越明白。真舍的利益是什么？就是这一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真舍的利益。阿弥陀佛就是佛智，是阿弥陀佛的智慧，是释迦牟尼佛的智慧，
是十方三世所有一切佛的智慧，真实智慧。真解又云：“今真实者，佛之名号啊！”阿弥陀佛这四个字，梵语音译的啊，可以翻。为什么不翻呢？尊重不凡，啊，因为它是自信里直接流出来的，最真实的。啊，如果要翻呢，阿翻作无，弥陀翻作量，佛翻作觉，意思是无量觉，也能够翻无量智。啊，无量的智慧，无量的觉悟，哪一尊佛不是无量智、无量觉？就通通都是啊。那么这个名号就是所有一切诸佛的共同的名号。念一声阿弥陀佛了，所有一切佛全念到了，一个都不漏。啊，包括未来的佛都念到了，它是总名号啊！啊，但是西方极乐世界确实有这个人，他这个人的名号就用总名号做自己的名号，这个意思。深广无尽呐！啊，所以真解又说：“今真实者，佛之名号，善导所谓法藏音中所成的真实，故言。”本愿真实，开之则真舍无愿，获之呢就一句名号，故知此真实啊，通教行信证。啊，这对于名号的意义。名号的功德，我们一定搞清楚、搞明白。我们念这句名号就没有白念了，真清楚、真明白了，这一声佛号一声心呢，一声佛号跟佛就有相应了。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啊，佛号不但在我们这个世界，在这个地球上，遍法界、虚空界，都是第一利益，无比殊胜。啊，我也曾经说过，念这一句佛号，能破一切魔障。这一句佛号能化解一切灾难。我们遇到困难了，你就念这句佛号，死心塌地，什么都不要怀疑，你什么都能解决。啊，真正不可思议。啊，全世界的人都懂得这个意思，都能念阿弥陀佛，这地球上什么灾难都没有了。啊，地球就变成极乐世界了。这个理很深呐，方法很容易呀。啊，可是念。
要有信心，要有沉静心，要有恭敬心，感应就不可思议。如果有口无心，啊，是口念弥陀，心散乱，那就喊破喉咙也枉然，不相应。啊，他是真心，要用真心去念他，妄心念他不起感应。啊，真心念他，感应不可思议。应知之利，名号之大利呀。其大利之所究竟，在无上涅槃妙苦。无上涅槃妙苦，谁证得的？妙觉如来所证得的，啊，这个里头讲到了真舍五蕴，我们这个参考资料里头有六法无蕴，这都是日本人的著作。啊，六法无蕴这一条是日本的真宗净宗的祖师于教行信正真佛真徒之六法，配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当中的无愿而获之。第一个，教是能权之法，故不别配一愿。啊，教是释迦牟尼佛所说的法，以后弟子们集结成为经典，流传到中国，翻译为华文。啊，我们今天称之为《大藏经》。啊，这是佛的教法。啊，行为第十七愿之名号，在我们这个本子里是第十八愿，生念必生。啊，第三，信为十八愿的三信，正呢为第十一愿彼至灭度之正果。啊，所以日本清鸾法师特别重视四十八愿里头这个五愿，真佛是第五，真土是第六，啊，有第十二愿光明无量愿，与第十三愿寿命无量愿而成就。啊，这个光明无量真土啊，寿命无量啊是真佛，啊，真佛真土啊，啊，所以一共是六法无愿，啊，此无愿的名称，除
未移之无量寿经，对应于会集本，在我们这个本子里面，次序稍微不同。第十八愿，十念必生。第十七愿，诸佛称赞。第十二愿，定成正觉。第十三愿，光明无量。第十五愿，寿命无量。我们这个顺序这样排法。这是真舍五愿，也就是四十八愿里头，这个五愿特别重要。日本的净土宗他们非常重视，现在也没落了。我们到日本先后去过七次，跟他们接触，今天形式上还在，实质上没有了，几乎念佛的人很少，还不如中国。中国净土教弘扬的人不多了，但是念佛的人还不少，在日本念佛的人很少。底下一条，教行信证，这是日本真宗所立的四法。日本净土宗于教行证三法之外，复立信之一法，是真宗之法门，都以信心为最要。这个是真的。世出世间一切法，都是以信心为第一的。教指无量寿经这个经本子，行呢指南无阿弥陀佛，信为信南无阿弥陀佛的信心，正呢是往生极乐世界得涅槃之正果。这就是教心信证。日本在四法里头最重视信，这是在中国大小乘教里头也都把这个看得最重。华严法华上佛说，信为道源功德母。道菩萨成佛这条道，信心是根源。不信一切法都不能建立。功德是做好事。信心能够出生无量无边功德，所以说功德之母，能生功德。中国传统文化对信心非常重视，无常是无德，做人决定不能缺少。仁义
理智信，最后一个是信。啊，信德是前面四德的基础，没有信德，前面四个都不能够成立。好像盖五层楼，信德是最下面这一层。啊，最上面是人。中国古时候的教育叫什么？就叫这五个字。啊，五伦、五常、四维、八德。啊，这是中国千万年前教学的核心、中心思想。一直到满清都没有改变过啊，这是中华这个族群的文化的根本呐、啊，从什么时候教？啊，这叫扎根教育。什么时候开始扎根？母亲怀孕就扎根。这是中国古人知道啊。这个神识来投胎，在母亲怀孕期间当中，他就能感受，啊，他有感受，他有知觉，啊，虽然像水一样，眼耳鼻舌身都没有，但是这个能量他统统有，他全知道，所以母亲的思想要纯正。啊，言语要柔和，动作要都如理。小孩在怀孕期间禀受母亲的正气，啊，这叫胎教。这个小孩生下来会很好教，会很懂事。啊，所以这十个月母亲就很辛苦啊。啊，史书里都记载的，文王的母亲怀孕的时候，就是怀文王的时候，啊，目不识我色，啊，看很难看的东西不看。耳不听淫声，口不出恶言，身口意啊。跟佛法讲的要求相应的，啊，都要端正。啊，小孩出生之后，母亲要照顾他三年，小心翼翼，不能让他看见不善的、不好的东西，绝对不能让他看。啊，不能让他听见不能听的东西，啊。我的声音，不要让他接触到，就是一切负面的、不善的，不能让他听见，不能让他看见，不能让他接触到。啊，养到三岁1000天，他就根扎下去了。
虽然他不认识字，他这个道德的基础根扎下去。中国古谚语有所谓：“三岁看八十。”啊，三岁扎的根，80岁都不会变，根深蒂固啊！啊，这在中国历史上我常常看到啊。啊，他遇到再大的灾难，遇到再大的诱惑，他都不会动心。啊，他不会变质。这一种道德气节，都是从母亲啊3岁之前奠定的。哎，所以外国人对中国古人佩服，中国古人懂得教育，有教育的智慧，有教育的理念，有教育的方法，有教育的经验。所以，这个国家，这个族群，是世界上4大古文明之一，其他3个没有了，它还在。啊，为什么还在？靠什么在？就靠教育。确确实实，我走遍全世界，没有像中国这样，对这个婴儿、对胎儿，实施这样的教育。没听说过，唯独中国有。这是好东西，不能丢掉啊！丢掉社会就乱了。啊，古人有两句话说得好：“子不教，就是胎教。”啊，婴孩的教育，从出生到3岁教育，这个教育没有了，人心坏了。啊，家不齐，社会乱了。现在中国人家没有了，中国从前家是大家庭。啊，抗战胜利之后，中国家没有了，抗战时候还有，抗战之前还有不少。啊，抗战的时候不多了。抗战结束之后没有了，非常可惜啊。中国这个国家在历史上，一个朝代政权稳定之后，啊，差不多都会有100年到150年的太平盛世，长治久安。这是在全世界其他国家历史上找不到的啊，唯独中国历史上常常出现。这是什么？全靠教育啊！我们中国这一次动乱。大伤元气，满清亡国到今天100年了，100年都是动乱。啊，我们看看古时候，看历史就知道。啊，动乱的时间不长，安定的时间长。啊，一个帝王取得政权之后，不出5年，就治理左右，社会就恢复正常，上轨道了。啊，唯独这一次，这一次是变成了民国，满清亡国之后。中国变成民国，不是皇帝了。
啊，民国怎么样？每一个省、每一个地方军阀割据，谁都不服谁，啊，不能统一呀。到民国16年，啊，国民政府才算是统一全国。说全国统一啊，没有实权呢。中央实际上还是没法子控制啊，势力还是在军阀手上。啊，到26年，抗战爆发，中日战争。啊，一直到最后解放战争，啊，一直到今天都没有恢复到正常，社会一片凌乱，啊，礼没有了，就规矩没有了，要穿衣服，每一个朝代都有他的服装、礼服，啊，民国没有礼服。现在官员都穿西装，被外国人同化了。啊，婚丧嫁娶乱了。那古时候不是的，啊，一定要按照礼节去做啊，国家制定的。啊，真上轨道啊。啊，这是我们不幸啊，生在这个乱世。啊，把从前的忘掉了，很少人去研究，也没有人讲解了。啊，抗战时候，虽然大家都逃难，我们也是其中之一，我很小。啊，讲的人还很多，老人常常讲，现在讲的人都没有了，那些老人都过世了，越来越生疏，这样麻烦就越来越大。啊，传统文化要复兴，不是那么容易。你现在没老师，啊，典籍在。文献在，没有失掉，要从文献里的学摸索，要一段时间。啊，但是这些文献是文言文写的，不懂文言文，那比看外国文字要困难。所以文言文就太重要了。啊，这些文献最主要的就是《四库全书》《四库会要》啊，老祖宗啊5000年的智慧、理念啊、方法、经验。啊，还有实际上的效果，全都在这里头。啊，经是主要的一部分，最重要的，那里头是道啊。啊，历史是经验。啊，子书是哲学，自古以来专家学者他们的著述，啊，集是文学、文艺，
让我们的生活过得更圆满。啊，更光彩。啊，但是文艺是最后。啊，最重要是德行。第二是学问。啊，第三是经验。怎么样就佛心？这是今天最大的难题。啊，难中之难，是我们对于古人信心丧失了。啊，不相信，相信外国人。啊，不相信祖宗，不相信父母，不相信自己的国家。这是我们最大的危机。啊，我们不相信，外国人相信。外国人相信我们的祖宗，相信我们的文化，他们开始在学习了。啊，四库。在过去，流通量很少。啊，这是乾隆年间编的，那个时候是手写的文字，总共只有七套。到民国初年，只剩了三套半。战乱时候丧失了，八国联军在圆明园烧掉。烧掉了一套，啊，徽要只有两套，圆明园套被烧掉，剩下了皇宫里的一套，啊，乾隆的书房收藏一套，变成固本，这个东西一散乱就没有了，那真是人类的大不幸。啊，十多年前，台湾做了一个大功德的事情，把这个书啊重新翻印了，分量不多，全书只印了300套，徽要只印了200套，为什么？分量太大，没有人买。啊，前年这两个书店第二次再版通知我，我听了很欢喜，我就向商务印书馆订了100套全书。在世界书局订了200套徽要，啊，这2部书，我是算他家的大主顾了。谁买这么多？算我特价，美金1000万。啊，我把这些书分送给各个地方，啊，著名的大学图书馆收藏。中国这个东西将来就不会再失掉了。啊，那么进一步得要有人去读啊。要能读得懂这个东西，首先要学文言文，
学文言文呢，先要认识中国字。我在国外都劝人呢，学中国，认识中国字。啊，从哪里开始呢？我们小时候开始，就是用卡片、识字，啊，但是那个时候没有拼音，我教人用这，这是一个音，八，一个音，中国的读法平上去入。四个音啊，这四个音，从这里下手啊！啊，一天学四个字，这一章是一个字啊，就是一个音，不啊啊，四种读法啊。那么中国这个音总共有几个呢？只有420个，就完全了。啊，一个音四种读法，再乘四，四四1600。学中国东西不难呐。啊，这个基本的，1600个音，音呐，3个月就学会了。一天学四章，四个字，总共420章。啊，一天学四章，100天学会，不难嘛。啊，学会之后，再进一步研究中国文字。中国的文字学、音韵学，啊，学这个东西不难了。我在外国看过，看外国人学中文，啊，欧洲最著名的汉学系，剑桥大学有，伦敦大学有。牛津也有，我去参观，跟他们交流。啊，年轻的学生读中国古文，看中国古书。我问他：“你们学文言文用了多长时间？”都是告诉我3年。不难呐，那些人完全没有中国的底蕴呐。3年能学成功，我们中国人学顶多2年。啊，2年要专攻，要专心来学，决定可以学得好。啊，中国有一套这个方法，我希望20-30年之后。文言文能成为全世界共同的语文，啊，可以做得到啊！啊，这就是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界。我告诉外国人，是中国人群书之要的世界。是中国人文言文的事情啊，不是中国武力，不是中国经济，啊，不是中国政治，也不是中国的军事，是中国传统文化啊，普及到全世界。现在大家都想学，知道啊，中国有宝啊，宝就在《四库全书》里头。
你要拿到这把钥匙，我英文是钥匙，啊，那个宝就属于你的了。今天讲的信，信，现前这个世界最大的危机就是信心危机。这世界还会有和平吗？没有和平，为什么呢？大家不相信。我遇到很多人都问我。是法师，这个世界，你看还会有和平吗？啊，口气、态度非常严肃，显示出对和平的信心丧失掉了。那怎么可能有和平？那我们如何帮助世人建立信心？这是今天最大的问题。用什么方法？用实验。啊，中国东西好，好在哪里？要把它做出来，搞一个实验点，做出来给你看，你相信吗？啊，不做这个实验，没有人相信。说的再好，说完了就完了，一切都完了。人家不会记在心上。啊，所以在2005年，我们在汤池做实验，2006年、2007年、2008年做了3年。啊，我们只拿一点点东西作为实验，就是《弟子规》感应篇十三页。啊，国家只许可《弟子规》。啊，感应篇跟十三页，他说那是宗教，不可以。那我们怎么做呢？我们把《弟子规》、把这个感应篇跟十三页融入《弟子规》里头，在这个小镇做实验，做成功了，出乎意料的成功。啊，虽然中心停办了。2008年停办了，影响出来了，啊，国内影响很大，国际影响还很大，我没想到的，啊，联合国对于这桩事情念念不忘，啊，他们还常常跟我保持联系。啊，那么在今年，有一个城市实验做成功了，澳洲图文巴这个小城，这个小城是吧，12万人，80多个族群，100多种不同的语言，10几个宗教。名副其实，多民族、多宗教的这个小城，啊，人口不算多，大家住在一起，他们的宗教领袖们非常合作，啊，自动自愿，我们来教导这个城市的人民。
希望这个城市能做到居民啊，像兄弟姐妹一样，一家人。啊，真正做到互相尊重、互相亲爱、互相关怀、互助合作。这就是和平啊，和平有希望啊。所以今年2013年，我还参加这次活动啊，这个活动会由联合国来主办啊，由他来推动。非常非常难得，这个做出来了，我相信很多人对世界和平啊会有信心的。啊，当然，我们希望最好能有一个国家做到，有示范国家。我向斯里兰卡总统建议，他接受，他愿意做。啊，有一个国家做到了，别的国家都能参观一下，到那去学习。他能做到，我也能做到，世界才会有和平呐。啊，我原本选想做的是泰国，因为泰国是以佛教为国教，啊，去年5月份，泰国办一个活动，多元文化的活动，邀请我，我跟太皇约定了，想见面谈这个问题，没想到我到泰国，太皇生病，语言不具足。他住院去了，啊！真没有想到，马来西亚的首相到香港来访问，我们见了面，我劝他，他答应。啊，马来西亚这个国家不大，人口只有2000，好像2600万人，有60万华侨，哦，六百万华侨，2600万人。啊，华侨这个马来西亚华侨跟其他国家华侨不一样。华侨团结啊，华侨办的小学有1000多所，中学有61所。我跟这些校长们谈过话，啊，希望在马来西亚把中国的汉学复兴起来。啊，所以我想最好那边能有一个汉学院，华校的校长老师，他们有教学的经验，他们有读书的习惯，懂得怎么去读书。啊，用2年的时间把文言文找回来。啊，这个汉学院给他们做研究机构。啊，汉学院不招生，里面是研究员，我希望有200个研究员在那里研究汉学，时间10年。啊，每一个人专学一样，10年之后，他就是世界上第一流的汉学家。比如研究易经的，专攻易经，
圣严就研究这一门东西，研究尚书的就一圣严也这一部书，研究左传的，研究礼记的，能够有200个人，这200个专家出来了，全世界有救了。我农历年过了之后，就到马来西亚去讲经。他约了我，我约定是阳历2月15，3月15再回香港来，1个月的时间，那我们就会有很多次的见面，有很多时间来讨论这个问题。好事啊！对国家民族，对全世界都是大好事。全靠信心，没有信心就一点办法都没有啊！信心一定要做实验，要有人带头，做好榜样。这个镇，天下所有乡镇的好榜样，这个城市是天下所有城市的好榜样。那这澳洲做出来了，国家，世界上所有一切国家的好榜样。这还得了吗？不得了。外国人已经启动了，我们要赶紧追，要不然以后要跟外国人学中文了。是信为道源，功德母啊。我们再往下面看，又真解曰：“震慑之力，对全家方便。故以事法往下震，世间法，跟小乘对比。”小乘是真，世间法是假。以小乘望大乘，全大乘是真，小乘是假。全教大乘。他的利益超过了小乘，以全大望十大，十大是华严法华，那十大是真，全大是假，以华严法华等十大乘望弥陀十九愿。这个十九愿，康僧开第一本，发菩提心，修诸功德，至心发愿，于生我国。这第十九愿，那十九愿真，华严法华是假的。这个话说来，叫人怀疑，叫人害怕了。为什么？华严法华以往生为经业，华严经、法华经，
都是劝人念佛往生净土，是这个经典真正的利益。必有不出十九愿。十九愿比他更真了，以十九愿往二十愿，多用为一本，闻我名号，系念我国，执中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我国。二十愿真，十九愿假，以二十愿往十八愿，十年必生，二十是假。第十八是真，今真实中之真实，圆顿中之圆顿，是阿弥陀佛的本愿的。阿弥陀佛本愿超过所有一切大乘经教。这显示什么？显示这个本子是释迦牟尼佛。视线在这个地球上，三千年前视线在，给我们最真实的是什么？就这部经。那我们的修学就要用这部经作为自己的本质，这个本尊。是我自己修学的根本。就是这部经，就是这一句名号。所以我从前年开始，2010年，2010年的清明节，我把《华严经》停了，不讲了。专讲无量寿经，而且选的这个注解，黄念老的集注，我这个讲义用的是大乘无量寿经。演义全名是《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清净平等觉经解演义》的全名，讲了一年，1200个小时讲圆满了，接着讲第二遍。第二遍就是扩注，扩注讲圆满了，现在是扩注的第二卷，第二遍，包括前面，这是第三。以后我跟大家说了，我不讲其他的经，专讲大经扩注。一年。讲一遍，一直讲下去。我住世有几年，我就讲几年。别人问我住世多少年，我说我不知道，问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晓得。他什么时候来接我，我什么时候就走。他不来接我，我就讲经。我没有别的事情。所以同学们，尤其是原地来的，大家告诉大家，现在国内外用我名义欺骗大众的人很多，方法也是我们意想不到的。说要建道场，请我讲经，
全是假的。啊，千万不要受骗。啊，国家请我，我也不回去，我就住在香港，我就住在这个地方。啊，我不要到场。道场管理太麻烦了，啊，我怕麻烦，啊，所以我不要道场，我也不要钱，啊，凡是叫人捐钱给我的，大概都他们红包里去了，啊，我完全不知道，千万别受骗，啊，受骗你们自己负责任，与我不相干。啊，打着我的名号做什么，统统是假的。啊，不相信你们打电话到香港来问，是真是假？一问不就出来了吗？啊，绝对没有这回事情。啊，希望大家都记住，啊，大家告诉大家，啊，这些事情很多年前就有。啊，早年宗教局长叶小文先生有一次到香港来访问，啊，要我吃早饭，我们在酒店，他就告诉我，很多人在国内打着我的名义在做一些非法的事情。他说你都不知道，我说我真不知道。啊，他这个事情没关系，我们政府来管这个事情。啊，那这些年听说叶局长换了。啊，新任的局长王局长跟我也很熟，见过几次面。啊，现在我很少到国内去。啊，讲经重要。啊，每天4个小时讲经，我还有4个小时读经念佛。啊，这是我每天的功课。啊，所以我这里不需要任何供养，大家不必给钱给我，给钱给我，我麻烦，我还想到给他怎么用法。啊，那么大家不管在什么地方，要注意听经念佛。啊，现在这个网络很好，成本又很低，啊，不亚于卫星电视，啊，全世界通通能收看得到。啊，上一个月国内有个同修来告诉我，接收这些机器，小的机器呀，越来越精巧，像手机呀，可以放在口袋里，啊，能够收听电视广播，全世界太方便了啊！用这个来听经好啊。那我们每天4个小时在那讲经，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可以收看、收听得到啊，而且还能看到人像啊，很难得。这科技越发达，我们得好好用它啊，不用它就可惜了。我们用它来分享经教，啊，用它来一起学习。好，今天呢，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